而家喺我身邊嘅咧就 HGC 嘅 William， 恭喜曬你 William， 同埋恭喜你貴公司啊！咁咧想問一下你嘅得獎感受啦，同埋你覺得 Tritec 呢個產品同埋服務咧點樣幫到貴公司嘅業務發展咧？得到獎梗係好開心啦，因為代表都係我哋有個業務都開始同 Tritec 合作得多啦，但另一方面都有壓力啦。因為希望就繼續都得獎啦，希望大家可唔可以嚟緊個生意再做多啲，同 Tritec 合作多啲，咁互相能得 win win 嘅，咁希望大家又做得咁好，下年後年繼續攞獎。咁至於你話Tritec 點可以幫助到我哋咧？其實我諗 Tritec 嗰個佢哋所 source 嘅產品咧，好全面啊，即係佢哋從network 啊、system 啊、application 啊嗰啲產品都好充足，變咗我哋可以用譬如 for 某啲 case 咁樣咧 ，for 某啲客咁樣咧。Total solution 都用曬到佢哋嘅產品，我就唔需要再同其他嘅 partner 去夾啦。呢個 partner 都已經 OK。咁另一方面嘅就係咧，其實佢哋所收嘅產品咧又好得意嘅喎。我哋發覺咧係越嚟越多客咧都越嚟越採用佢哋所收咗翻嚟產品，變咗個營受性咧都越嚟越高。變咗我哋推出俾啲客户咧嗰、那個個反應咧都係唔錯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希望嚟緊可以同佢哋再合作多啲。明白，多謝曬你。